赛车。啊，就叫伊撞撞伊。别人的梦想，别人拼，我会痛苦。什么人工作都爱感觉落轻松，我有一个美满的夫妻，竟然伊贪慕伊的查某囝。感觉今生今世出世的女人，我的命定这二摆是不是？我要得无人爱我，无人惜我，无人疼我。你讲我一种命运，我这么坎坷，我无在世上会当得到光彩的人生，我只好行一条路。你莫跟我闹，你莫跟我闹，你看你这样的，什么人对我人爱，我人够爱你哦。我若袂想到过年伫咧找我，是我后早离开，若莫因流看到我，我如意嘛是看到千金嘛。如意，我总是陪你去，你敢不知影？我老爸代表刁伟官，永远是最上的地位啊！我只不过是要甲你透露，我无爱用我老爸的势力来追求我的所爱。我今天做再小，对，你我活该就做。是的，你爱我，当然了，你要疼惜我。我你叫我出来面，你不够里面，我总敢为你什么样给透露的？算是的。我老公公，我偏不如不是你做，我拄着你啊！和你家在，和你家在相爱，无对你的做事，你答应我，好，我给你。是的啊，你到底在哪位？离婚呀，离婚。好，我倒转来去，我聘金从哪搞？马上来去讲亲。我做新人，我再来改换疫情，别闹。我听见好消息，我来做你美丽的新娘。你他想袂开呢？我今仔有你，我心欢喜，我希望人生已经来了。都等什么时圣诞吧？我再来做新娘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那有老辈公正的孝心。太气了！喂，你才取暖来？拄着你哦，红娘，离开宫中了，你我一个人在挂念伊。伊只不过去认亲而已，婚事有成也未成，还阁未可定。你哪会安尼心在挂念呢？当然了，是我不能连上心嘞，我会紧张嘛。姻缘本来就是天注定啊，人注定你无缘，你嘛都爱放弃，知影无？你讲错的。红娘，你回来了，我倒转来。亲戚已经决定，我决定要娶伊为妻。你要娶伊为妻啊？唔对，既然双方面婚事做好势，唔知何时要出亲人，希望红娘相传，愈紧愈好。好。那咧，我替你求备婚嘞。十天后，往晋中原出亲。十天后，我想要过过来你娘厝。好，去准备咯。你三表情，啊，你是安怎倒转来怎样头破面啊？哈？我失恋啦。哈？你失恋？你是失恋安怎哈？你个毛条小个，我有介意啊。那既然人够有意爱话，到时我替你安排，我定小只船倒转来啊。你是安怎转来啦？好啦，来去准备婚礼吼，行咱来去。我先跟我来家，叫妹妹给你讲亲啊！对啊，岳父，我听好。
龙啦，你天龙哦，是啊，我娶好，哎，我要娶恁查某囝嘞，查某囝，对，是啊。
前地一同的父亲华将军，一个伫王爷，两个人伫咧高峰对面，想要讲讲，你的爹亲威力不高，希望我能处理胜利，趁胜过头，竟然为了对方扫落马下，性命危险，到这就是哦，伊的老爸牺牲啦，一命战死沙场，第四个烈火得想起来做女主。伊拄啊变成王主的地位，啊，想袂到讲这老夫人太过不应该。伊了解讲哦，对方的身份只高高在上，身为王主的地位，既然自从因祖家一头代理，希望我能嫁王主，唔但我自从女儿放一边，要自从这个姑娘叫做天上的嫁给伊啦。要哪里讲起来？真是有这个资格，娶女儿的人只有阮皇帝啊。是啦。啊，我着真正爱娶伊。俺车子，你是在欢喜啥物事啊？大哥大，你讲来啦！哎，你讲我大哥大，你讲咱兄弟遐感情偌好，遐根本路易也毋是你爱的人，你娶伊两个个性嘛袂合拍，遐你讲叫我娶伊，娶伊天上的，天上的都比较不配。妈，我两个只方便我呢。我问你，你心肝内真正爱的是啥物人？我都爱做爱的天上，我见面我就爱。哎，我恁兄弟遐感情来遮尼好，娶某袂遐公家，英文咱来交换，交换无？如果拜拜，我吃袂空啦。
伊王座的地位嘛是共我会当得用哩，只不过这个吼，王王主我要甲你接臂啦，哈！你希望我会当娶亲，你光明正大甲对方讲清楚，你哪会用咧为王座来搞这秋亲，把不了用过失业回去，干过失去，变成坏老生活，你当作你要哪弥补？兄，这无兄，这世间为追求着我的幸福，我也失去你弥补是遐济啊！是安尼是无要紧，虽然这代志闹得满社服务，我就感觉奇怪，所以讲对后壁你来，娶亲人得顺利，不如明天你娶我的纪念父亲，我是金銮宝殿向皇上请安，然后是实时给伊回信的，看了这条的艰苦就是，但愿会当和平度过，然后回转皇宫，让你欢欢